在他的心目中，音乐是他永远的最爱，他就是张卫健。我是八戒，这是我八戒的好朋友悟空先生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呀，阿林哥好。最近这个你的戏剧啊，太深植人心了。其实大家都忘记啊，好几年以前啊，嗯，你也陆陆续续出过唱片，对，对不对？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哦，最早之前我是唱歌唱比赛入行。那你一开始歌唱比赛之后？怎么样进入这个戏剧圈？你有没有出过唱？我那个没有没有。嗯，我那个歌唱比赛呢是新秀歌唱比赛、嗯，然后呢很多人都是从那个歌唱比赛出来的，梅艳芳啦、吕方啦、杜德伟啦，这都是你们的徐志安前辈学长，对不对？不是哦，啊，我的前辈只有梅艳芳跟吕方，其他的都是学弟。对啊，然后我是第三届的，然后梅艳芳一出来就很红了。嗯，然后吕方一出来就很红了，嗯，所以呢那时候呢大家都认为那一个你没问题了，一定红的。结果就是我第一个首唱不红的先河。哇，那给后面的人很多借口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个都不红了，哎，没关系。后面差不多每一个都红，没有拿奖的都红啊。反正就是这么多新秀下来，只有你那一届，你在唱歌上没有帮我出唱片的。所以你这个一开始唱虽然是唱歌，可是后来就是一直走戏剧发展。对，因为他们不帮我出唱片，然后也没有很多工作给我做，我总不能每一天待在家里嘛。所以要养。所以你后来出唱片，其实是因为戏演红了，才开始再来出唱片。是八年之后了，就是我入行之后
八年有戏红了，然后才有唱片公司找我出唱片，然后就发了第一张国语专辑，就是我翻唱林志颖的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》。对对，那广东版就是真真假假。可是你心里面啊，一直很难以忘怀的，就是音乐啊、唱歌这些东西。因为我太喜欢唱歌。哎、啊，那常常问这种问题嘛、嗯。两个如果让你选一个，你会选音乐吗？现在啊。喜爱啦，不能叫你选一个工作，选一个工作我已经选了，已经选了，我要选一个你喜爱的东西的话，嗯，哦，音乐。所以啊，既然啊对音乐这么喜爱啊，其实我想很多人啊，看尤其是看电视看你这么多戏剧的演出，他们一定不知道你对音乐的投入，所以干脆大家来聊一聊你从听音乐开始接触的音乐、嗯、然后一直到现在哦，你这个一路上对音乐的这是改变。其实我是从小就听音乐，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听。你所谓的小是非常小，我 BB 的时候 baby 的时候，两三岁四五岁，两三岁，对啊，一两岁就开始听、嗯、他们什么音乐都听，不过大部分呢都是听英文歌、哦、再就是那些那些音乐、那些古典音乐，古典的，对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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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不管怎么样、嗯、你是受这个西洋音乐的洗礼，对，比较多就对了。对，所以他们那时候听的歌呢也是我小时候慢慢学，一边学英文也一边学听歌，他们听什么你就听什么。对，那他们听有哪些音乐呢？比如说Are you lonesome tonight? 猫王，猫王、啊，还有嘞，还有Hey Jude, 披头，披头是对啊，披头说，还有那个 Platters 啦。哦，不过我觉得这个你听的音乐啊，嗯，跟你想做的音乐，嗯，中间有关联性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试过，当我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，真真假假的时候，我就。很讨厌，很讨厌，很讨厌，很讨厌我的主打歌，不喜欢我的主打歌，然后也不喜欢我的第二主打歌，几乎都不喜欢。我知道了，你就很想做一些从小影响你那些歌的感觉。对，其实我自己很披头啊，对不对？很喜欢 blues 的音乐，然后我很想做 blues 的音乐，可是唱片公司老板就说不行，你想做张学友，还是想做？一个比较不红的，可是唱地下的乐队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说当然是张学友了，然后你就给我唱这个，唱这些歌了，这样子。你有没有试过？其实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啊，自己喜欢的东西啊，跟自己表达的东西，有时候没有办法结合。嗯，你知道，我明明很喜欢 rock， 可是当我用中文或者像你们用广东话一唱，唱不出来，唱不出来的。你有没有试过？有。你觉得有没有办法结合？我觉得，你以你自己来讲，可以的，可以结合、啊，可以的。比如说，我觉得，双截棍这样讲好了，双截棍这样讲。然后以前会听到，觉得这类型heavy metal 的、然后加一些 hip hop 加 heavy metal 的东西、好像只有唱英文才会好听的。可是当我听到双截棍之后，我就觉得，做得到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做得到。因为有人啊可以开始啊，可是并不表示每个人都做得到。所以我自己觉得，今天就来试试看。好，我们先来听听看你唱英文怎么样。可以、啊、搞不好你唱英文歌也有广东腔，那你就死了这条心。不会吧，不会吧。悟空不可嚣张。好，第一首就要带来你这个刚刚讲影响你很深的团体嘛， Beatles Can't Buy Me Love。 就是其实里面的歌词我很喜欢，讲看就是说你要什么，你要戒指吗、我可以给你，你要钱吗，我都可以给你，我所有东西都可以给你，除了我的爱，因为我的爱是不可以用钱买的，所以呢，我非常希望你可以告诉我，你不需要戒指，你不需要钱，你只要我的爱。你说 Beatles 不红怎么办？他的歌词到现在都还很厉害，把人的心声唱出来。不管什么时候，其实这个爱，没有一个时代是可以用买的。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从古至今 ，Beatles 这么迷人，让我们的张卫健都被他深深迷倒。Can't buy me love。Thanks.
for money. Money can't buy me love, can't buy me love. Everybody tell me so, can't buy me love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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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She don't need no diamond ring, she'll all be satisfied. Tell me that you want those kind of things, money just can't buy. Money can't buy me表现得不错，真的吗？哎，你不叫我八戒啊？哎，这个倒真是让我有点吓一跳哎，不像我的声音哈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就是平常我们大家印象，就是你的演戏啊，或者你的表演的歌声方面，跟着西洋音乐好像有点距离。其实啊，我自己觉得我唱英文歌比唱广东歌好。好，嗯，对了，我觉得除了自己从小的接收以外，英文这个发音，不管它的字或者旋律，其实是很自然的，好像最好发音是英文，对呀、啊，然后再来是国语。所以你知道，当年其实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，在英文歌上面，在英文歌上面转成中文歌的时候，因为我自己搞 band 的时候听英文歌，可当我要唱中文歌，你想把那个感觉唱出来，其实是有困难，对，尤其中文一颗一颗，广东话更难，对，广东话的发音。好、啊，那个很细很难的东西，很别扭。对，所以我常常以前就觉得、啊、广东歌啊，一听啊就很像古时候的调子，嗯，就很像那种小调啊、古曲啊那种感觉、所以今天听到你唱 Beatles， 让我这个刮目相看啊、哦 yeah ，谢谢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No cue，No cue。接下来、啊、我们还有别的歌曲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下面一个团体比 Beatles 更早了，嗯，更老的，更老的。这个应该是我爱爷的年代，可能是，所以这个50年代，其实那时候啊，还是黑人音乐比较厉害。对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只是当时白人跟黑人好像分得太清楚了。他们那时候那个种族歧视还是很强烈。除了猫王是第一个敢跨越种族歧视的人，所以我们这样介绍就是50年代很红的，我们中文翻译叫五黑宝。对，广东有没有怎么翻译？没有。就直接叫 Platters 没有任何的翻译名称吗？没有听过有诶。来，你跟我们讲一讲这个五黑宝到底是怎么样的组合。其实呢，我自己是蛮喜欢，长大之后我蛮喜欢 acapella 的、啊、的东西，清唱很多合音的、然后呢，这个五黑宝呢、是基本上他们是四位成员组成的，然后呢他们有很多很复杂的合音，然后他都是以卖美声为主的，现在很流行。对、其实在那时候就开始了。然后我记得我第一首听到他们的歌，然后第一首学的歌是那个 They ask me how I knew my true love was true。 其实那时候音乐有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音乐乐器编曲都很简单，简单，对，可以让你的人声呢、就是最美最自然的声音尽量的发挥，尽量的表现。而且听说那时候他们录音是跟乐队一起的哦。那个时候没有分轨的哦、各位啊，注意啊，那个时候的唱歌的人都很厉害的，就是乐队练好了，唱歌合音叫一起来，一次过，一次过。所以你真的没有实力，你没有办法让你这样一次一次接，像现在我们24轨啊，从16轨
到24轨，到现在48轨，到现在100多轨，电脑随便你慢慢，对啊，好可怕。所以那个时候一颗一颗自唱都可以，一颗一个自唱，对，这样子好像我们现在的人了、啊。哇，如果那时候你稍微唱的不好，再唱一次，再唱一次，会唱到死啊！我相信给人家砸，杀了你，给你出唱片，你在里面混时间，黑脸。对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人的声音是很重要的、嗯。你真的要有现场的实力，那自然进录音室就没有问题。对，所以这五黑宝就是这个四个男生，听说后来又加了一个女生，嗯，为了让他们的这个音域啊表演更丰富更广。其实 Great Pretender 呢、嗯、我不是听他们的、嗯、我喜欢这首歌是听那个 Queen 那个 Freddie Mercury 皇后合唱团他们唱的。对对对，皇后合唱团。可是你第一版听到的是 The Platters 还是 Queen 的？第一版我第一次接触 Platters 的歌呢、嗯、是 Smoke Gets in Your Eyes、哦、可是我就没有听过 The Great Pretender、嗯、然后呢后来呢 Freddie Mercury 唱在重唱、嗯、皇后乐队，就这歌太好听了，哇，唱得很厉害、嗯、然后你才回头再去听，回头再去找 Platters 的 original 来听。其实有时候啊，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一些歌手啊要负一些责任，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一些旧的音乐也许年轻人没有听过，嗯，可是我们再带给他，让他们知道有一些好的音乐你们假如错过了是很可惜的，对，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。 对， 对不 对， 对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在我们节目里常常出现的比吉斯。其实 Words 这首歌我也不是听 比吉斯 的，你又听谁唱的？我又是听翻唱的、嗯、听 Boyzone。 哇，那就是这几年的事情了嘛。 对， 对，这几年的事情。然后后来你才回头再找 比吉斯 的 original 来听。不过 比吉斯 啊，我觉得啊他们就是有那个时代的任务啊，嗯，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嘛，黑人跟白人的音乐分得太清楚了。嗯哼。可是从猫王以后，大家就开始拿很多黑人的元素来用。对 ，Bee Gees 就是其中最棒的。对，然后也他跟那个 John Travolta， 嗯，就结合一起那个 Saturday Night Fever， 把 Disco 带进来了。对，因为 Disco 以前真的大部分都黑人唱，而且很多人认为啊 ，Disco 就是没有钱的黑人听的。嗯，在那个 disco 舞厅里面放唱片，以前有钱都要听乐队嘛。对 对， 对。可是 Bee Gees 一唱，让它变成全世界的流行。而且他们也是出名用假音的。用假音嘛。所以今天呢，在这边呢，两个团体，一黑一白，可是都不是听他们的原唱，对不对？他们的接班人，他们的接班人张卫健，张卫健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回去有机会再听听看 The Platters。还有 The Bee Gees 歌，我们今天先听听张卫健的版本。
are still around. Take your heart.